蜜桃之家进门的口令就是，在他们以往逃脱之旅的声音片段中。现在，快点！他们先把我打晕了。不行，我不跟你玩。这个什么节目呀？我为什么要接这个活？一直踩到我，我录了两季《蜜桃》了，我心已经挂掉了。没有受过这种委屈。咱们今儿弄个事儿吧，一定要好好保护我。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不是。请说出他们到底啊了多少次。需要重播。快点儿，快点儿！他们先把我打晕了。不行，我不跟你玩。这什么节目呀？我为什么要接这个活？一直踩到我。我录了两季《蜜桃》了，我心里已经挂掉了。没有受过这种委屈。咱们今儿弄个事儿吧，一定要好好保护我。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不是。17次。大门已开启。